身穿亚裔中华网球队在女子团体赛有好消息，谢淑薇呢加上詹永然的强力组合顺利击退了对手，率领中华队闯进金牌战。中华队四强赛对上哈萨克，第一点单打詹永然以直落二率先拿下，不过力扛第二点的谢淑薇丢了第一盘后呢，第二盘抢七失利，再度被逼进第三点双打赛事，力拼决赛资格的中华队在关键双打决定呢用詹永然跟谢淑薇搭档，只花了不到一小时就以直落二击退对手闯进决赛，明天将跟大陆队争夺金牌。